刚结束我波兰的比赛，所以呢，哪一天逛一逛，放松一下。其实呢，五天后还有一场战争要我去拼的，就是意大利的比赛，所以呢，还是要重新的收拾我的心情 ，training。是时候去健身啦，这就是我的电动小脚车，它每天都会载着我去健身，载着我回家。OK， 基本上呢，比赛刚结束，对不对？那我也是拿了一天来休息，就是 cheat meal 了一天而已。那现在回到这个。Back to the track， 就是说现在第一天回到这个健身房，因为这个星期呢，就是我在这个意大利米兰的第二场这个 pro show， 所以呢，又要停谈了。训练是一天两次的，所以我要 keep 着这个 momentum 到这个星期的这个比赛。其实说起来非常不简单的，对，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坚持，没有什么东西是坚持不到的，所以 training。Let's go. 我的训练呢，全部都是高次数、轻重量，然后呢，我 focus 的就是在我的肩、我的胸，还有我的 abs。我的目标很清晰，我希望能够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站在奥林匹亚的舞台。我们来的不容易，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真的很辛苦才到达这一边的，所以呢，还有四天，我一定要 focus。训练完毕，做什么呢 ？Shopping， 就是买 protein， 什么 protein， 全部都是 protein。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住在波兰10天了，现在就是飞去意大利米兰，非常兴奋跟 excited，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意大利，哇！我们终于到了这个意大利米兰，所以现在我们要去 check in 我们的hotel先。然后晚上8点跟在这个 Poland 是一样的，8点有这个 pro athlete 的 meeting， 然后 after it 多两天就是我的比赛了，所以这两天会比较煎熬。我这一次呢，我会做的更加干，等着看吧 ，Let's go。突然间睡着了，在等着我的午餐的时候，其实呢，我每天在零碳的时候呢，身体是非常非常累的，所以呢，我会在无时无刻的情况下突然间睡着的。Finally， 我的午餐到了，太饿了，真的太饿了。你看，我这一餐。多漂亮！我没想到这个 Sheraton Hotel 呢，它为我们，这些参赛者准备这个 chicken breast， 就是说没有油，没有盐，什么都没有的。这就是我的这一个最后一餐的 protein。然后呢，接下来第二餐呢，我就要开始冲碳啦，试试看。真的是什么都没放了。Very good。吃完这一场过后呢，就是我们这个athlete 的 pro meeting， 然后多两天就比赛，来吃东西。我们职业选手的 meeting 到啦。这一些呢，就是明天我要在舞台上跟他们打拼的对手。OK， 刚刚结束我们的这一个 Pro Meeting， 所以呢，你们猜一下我的幸运号码是什么？叮叮，杀谁呀？切切切，哈哈。所以这是我的 Lucky Number， 这星期天的 Lucky Number。所以，
其实很紧张一下，因为这一场比赛呢，对我来讲是非常紧张，因为所有的比赛呢，所有的行程呢，都是我们一步一步一步 plan 出来的 ，plan step by step， 所以我们很千辛万苦才来到意大利的，所以礼拜天一定要好好的表现。啊，我都紧张，我讲什么了？好了，不说了，回去了 ，Let's go。OK， 很明显，你看我这两盘东西是什么东西呢？碳水为主，就是 cup ruling 的时间到了。哇，其实呢，每次的这个 preparations 啊，给每一个参赛者啊，到了这一天呢是非常开心，因为你可以吃很多的 cups 啊，是吧？面包啊，这一个potato 啊，或者白饭啊，个人的每一个人的这一个 cup ruling 都不一样的。我呢，这一次呢，我会用的是比较天然的。potato 跟白米饭，所以呢，这是我的第一餐，所以呢非常开心，讲了就想吃，虽然是白饭，但是也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呢，当我 cup ruling 过后呢，我就不打算再训练了，是时候休息了，然后把身体的这个状况调整好，然后明天站在舞台跟他们打拼 ，OK。好吃，虽然是没有一大，但是都是很好吃。今天就是比赛日啦，查一查我的 apps， 够干。OK， 早餐时间到啊，其实呢。最开心的时间就是现在了，因为晚上就是不是下午就是我的比赛，不是晚上，对。然后现在早上这是我的第一餐，可以吃的比较所谓的一点点的肮脏。像昨天呢，我是吃还是 clean cut，clean 的就是白米饭啊，然后碳水的那些蔬菜啊，就是那些碳水的鸡胸是我无盐无油的。就昨天晚上是第一餐呢，开始呢可以吃一些比较。chicky 的一些 cups 啊，就是所谓的，但是盐还是要控制，记得啊，盐还是一定要控制，还有水也是一定要控制的。那 cup 方面呢，其实都 OK， 所以 cup 方面呢，可以吃一些比较所谓的一点点的肮脏，那可以吃也不要吃的太多，因为吃的太多呢，基本上我们身上没有水分的话，对于排泄是非常辛苦的。那如果你吃太多的话呢？排泄的话呢，就上不了厕所，那你肚子怎么办？你肚子就很胀，那你上台的话，这基本上是不漂亮的，所以还是要适之而为，吃得刚刚好，不要吃得太多。OK， 开始。甜也可以，巧克力也可以，甜的东西跟 cup， 油、盐、水控制。开心。这一个呢，就是赛场的后台，这一个是 Olympia Amateur 的比赛，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超多人在这边为他们的这一个 Pro 卡而 fighting。这里的参赛者有超过300人。Spreading 的时间到喽。还有将近两个小时就到我上台了。幸好比赛延迟了两个小时，其实呢，在我脑海里，我对我自己也没有很大的期望的，
我只希望能够站上这个舞台而已。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来的不容易，真的。所以呢，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不能够放弃。热身时间到，其实呢，我有很多动作都不能够做的，因为我的背部真的很痛，所以呢，我只是尽我的能力去热身。终于到我上舞台了，不管无论如何，我都把我最好的给拿出来，因为我知道背后发生的东西是没有人会知道的。The judges would like to see 14. Yes, 15. 我是第一个被叫出来的，真的很开心。现在就是对比的时候了。16. 17. 174. 375. 17 and 375 switch. 14 and 16 switch. 14 and 16. Yes! 乒乓把我吊去中间了，就是说我有机会在前三名了。Back pause. 经过上一场比赛的错误呢，我尽量把我的背部也打开，不要再架着了。Front pause. Stage. So let's open up our third and final segment of this, your 2021 Men's Physique Tsunami Nutrition Cup with your first competitor. So please welcome back to the stage, competitor 14, Terence Teo. 对比已经完毕，这就是我个人的 solo performance。你可以看得出，其实在这个 solo performance 里面呢，我的这个舞台的造型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因为我的背部真的很痛，我基本上做不到一些花俏的舞台造型，所以呢，我一直都保持简单的造型。颁奖的时间到了，成绩对我来说其实真的不重要，不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背真的很痛， I did my best， 我没有放弃。我的天哪，剩下最后两个人， Yes， 我终于成功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能够脱颖而出，
拿了第一名，就是说我已经有参加奥林匹亚的资格了。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的 dream come true， 因为我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踏上这个舞台的人。真的太开心了，我真的掉了眼泪，真的很荣幸能够跟这么强大的对手同一个舞台。我真的很感谢评判相信我，能够给我这一个机会。看回这个旅程，我真的很感激，很感谢一切，因为我们 plan 的一切都很顺利的度过，还有感谢支持我的人，相信我的人。 It's that time to crown the 2021 Men's Physique Tsunami Nutrition Champ. So let's take that first place medal, the first place award, the first place check for $2,300. The title of Men's Physique Tsunami Cup Champ and the ticket to the 2022 Joe Weider's Olympia Fitness and Performance Weekend presented to Terrence Teal. All right, Terrence, my man. Congratulations, brother.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now the 2021 Tsunami Nutrition Men's Physique Pro Champ, and you have just booked your ticket to the 2022 Olympia, man. You must be on cloud nine right now. Yeah, I'm very happy. First,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judges to give me opportunity to step on the Olympia stage. Second, I want to thank sponsors for Tsunami. Thanks. The show is amazing. Thank you very much. Also want to thank my girlfriend's support all the way.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so listen, man, are you excited? You're ready to go to the Olympia? First time? Yes, it's my first time. It's my dreams. My dream come tru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everyone, for giving the chance. This is opportunity to stage on the Olympia stag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Josh. I'm very happy for you, man. Congratulations, and I'll see you at the Olympia next year. And thank you to the girlfriend.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new Tsunami Nutrition 2021 Men's Physique Champ, Terrence Teal. Yes, finally, 我终于有机会踏上这个 Olympia 的舞台了。So, 其实呢，一句话说完，真的很开心，因为今天我到达这一边，真的非常非常很不容易的事情。对，经过很长的这个 planning 啊，很多我申请了很多的这一个政府部门的这一些信，都才今天才能够来到这个波兰跟意大利的这一个比赛。对。Finally, 我终于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踏上奥林匹亚的舞台，所以这一刻我真的是很难忘，我不能够忘记的，真的很感激，很感激所有一切。其实真的不要放弃，坚持，总有一天春天一定会来。这是我一直以来我坚持的这么多年的这一个我的信念，所以呢，我终于达到了，我终于可以踩上这个奥林匹亚的舞台，明年就踩上去了，真的很开心。现在正是我休息的时候啦，拿一点时间逛一逛这个漂亮的 Venice， 我不会忘记这个旅程。
已经两个星期多了，是时候回家了，想家了。奥林匹亚2022，我来了。